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三十分钟，我们将带您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迎接2017全球生态交通盛典，市府邀请哈马星在地各界代表组成荣誉大使顾问团，包括里长、商店、社团代表及学校，共180多人组成，阵容庞大。市长陈菊希望透过代表全民参与，让这场国际盛会繁荣高雄，也推广低碳环保永续家园的观念。锦绣旗商圈共享生态观光在高雄，市长陈菊亲自授旗，并且颁发聘书给荣誉大使顾问团，希望借由在地的力量支持即将在10月登场的2017全球交通生态盛典，让为期一个月的活动看见高雄推动低碳绿能环保的用心。哈马星是一个对整个高雄发展中最重要、最古老、最有文化的区，那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办一个进步的生态交通多元应具这样的一个庆典，全世界很多国家贵宾、城市的市长都会来参与，包括哈马星在地10位里长、社区居民、寺庙代表和社团之外，由古山国小师生组成的顾问团最受到瞩目。小朋友穿着整齐洁白的制服，充满精神和活力。他们将在活动期间担任活动社区小帮手，希望让低碳旅游、生态环保的观念向下扎根。那个，我们可以多节能减碳，然后多搭一些节能减碳的工具来美化我们的社区，多走路跟骑脚踏车可以帮助那个身体健康，还可以美化社区。我们应该要用节能减碳的方法，也可以净化空气，来好好参观这个社区。交通局表示，10月份的活动期间会引进多元绿色和低碳交通运具，提供接驳和体验之外，也规划多场国际会议、展览和文史活动，希望透过这场国际盛会，繁荣哈马星成为低碳宜居的好社区，让世界看见高雄。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左营海光俱乐部已经重新开幕了。业者以舒舒餐饮四大主题打造成左创健康生活文化园区，像是可以提供小农展售的廊道，原电影馆变身成展演中心，独立书店提供美食讲座，再从书桌到餐桌享用精致的舒适料理，让身心灵都获得满足。一走进园区，立刻被变形货柜屋组成的咖啡吧所吸引，搭配阶梯式的广场和长廊，可以提供乐团演奏和在地小农的产品展售，让民众来到这里找到土地和生活的味道。未来有青年朋友想要展业的部分呢，我们都会协助他用这个 Book Coffee 的这个概念呢，把这样子的一个货柜屋的咖啡屋呢，让他在全省各地把这个货柜屋呢，就随时的可以做一个行动咖啡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呢，这样子一个 book coffee， 这个 book 呢，就是咖啡种子在发芽 book 的一生。所以呢，让大家每个青年朋友的一个希望呢，就像这个健康咖啡的这个种子一样的一个绽放出来。再来到这间独立书房，里面的藏书大多是饮食文化、文学和料理食艺的书籍。一旁的创意讲堂会不定时邀请作者和读者分享书中的各地美食，并且请厨师现场料理，让美食耀然纸上。他将这些台湾在地的味道采集回来之后呢，他用书的形式呈现。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读者的是更立体的、更五感多元的体验。所以呢，我们举办的书桌大餐桌系列呢，是除了邀请讲者这本书的作者来担任我们的讲师，来分享一个讲座之外，我们另外还邀请一个料理人，他将讲者这个书中所截取出来的一些元素或者是精神，用他自己的概念跟创意
设计成一道餐食，就直接在我们旁边的食不乐餐厅享用。实践堂电影院改建的展演中心保留舞台和阶梯座椅区，可以供剧场展演和艺文作品展示。园区里的餐厅也搭上蔬食和健康的风潮，以新鲜在地的蔬食入菜，让民众在参观园区里的各项展演之后一饱口福之欲。用甜菜根跟我们的莲藕来入菜，所以在饭粒上面呢，看到晶莹剔透、非常粉红色的、很讨喜的这个菜色呢，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个色素或香料，纯粹用植物的一个食材的这个颜色来入菜，所以它用这个甜菜根、莲子、莲藕来做成的这个炖饭哦。左创园区坐落在左营海光俱乐部，保留旧建筑之美，延续居民共融的历史光点，并且与在地连结，为生活提味，拉近人与土地和自然的距离。社区好新闻，张胜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台湾的教育普及，但您知道其实还有一成的长辈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红道老人基金会就在三民区关爱关怀站成立百岁小学堂长辈识字班，由退休老师教长辈一笔一画学写字，希望学成后长辈可以自己到邮局写提款单，提领老人年金。关怀站里，长辈们跟着台前的老师在空中用手笔画写写字。这些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年轻时因为环境不好等因素，没有好好受教育，大部分都大字不是一个。回年纪背来吼，就较紧去美凤公学，啊，美了较搁出来读。哦，所以环境较无好啦。啊，即卖会当写字吼。嘿，即卖当写字是做欢喜。食较好个物啊，是当写啥物？食较老。他在学写字，手，他在落来啦，对不对？为了引起长辈的学习兴趣，老师尽量挑选简单易学的字开始教，并且把复杂的字一一拆解，让长辈了解这个字的结构。希望在这个学习结束后，长辈们学会零到十的大写数字，就可以到邮局提款。那大概从很简单的象形字开始，然后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认识那个大写的一到十。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些里面的字呢先分解，教简单的，像教士啊、教豆啊、教贝啊，然后把这些字再慢慢合起来，教长辈认识从大写的一到十这些字。嘿，去邮局领老人的年金就较方便啦。除了学提款会用到的字之外，红道基金会还规划像是认识交通工具、购买物品和认识门诊科别与药袋等实用知识，希望以渐进式的方式提高长辈写字认字的意愿。然后长辈就说：“我唔捌字啦，我细汉无过读册，我就不写字。”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直接影响到的是他们日常生活能力。比方说我买个东西价钱不会看。比方说，我坐个公车，我不会看站牌。那其实不识字的原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确实影响了他们生活自理能力的状况。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说百岁小学堂，然后还有社区长辈的状况，共同去推动识字班。因为长辈他本身就是不认识字啊，那他现在学会了，他现在更懂得说啊，我的好朋友没有来是因为什么事情，他现在学会打电话。过去关怀站也曾经由志工自己带长辈学写字，但效果不好，经过红道基金会有系统的规划课程，让长辈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后还可以自己去邮局提款，都变得更自主，更有自信。社区好新闻，张胜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来看到苓雅区林安里里长张烈刚在担任里长这个工作之前呢，做的职业可是许多男孩子羡慕的非官。在非官退休之后，他就投入乡里为民服务。他不但没有官架子，更贴心驾驶小巴士载着里民游山玩水。另外重视养生的他，也拥有高压氧设备作为保健身体之用。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走进苓雅区林安里办公室，就被眼前这台小巴士给吸引。名为幸福列车的小巴士，是每当里民有外出需求或想到郊外走走，里长就会开着幸福小巴爬爬灶。进的人，大概都是七八十岁的人。那小孩子大了之后都独立出去了，所以他们经常会跟我讲说：“里长，好久没有出去哪边玩啊。”
啊，那我就会开着这个小巴，我说好啊，你们这个巷子大家招一招啊，我们20个人就坐上车，就去附近的景点去走一走。如此照顾里民的张烈刚里长，其实在投入乡里服务工作之前，曾经担任过空军飞官，这令许多青年男子向往的职业，其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潜在风险。我曾经有一个学长，然后他在高空的时候，因为氧气面罩的一个破裂而陷入昏迷，然后就这样子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氧气它对我们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台高压氧是我个人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器具。深知氧气对身体状态的影响，张里长因而在10多年前购置了高压氧设备，并拥有操作证照，作为照顾自己健康及保健之用。我们平常的时候也是会去登山啊，去郊游啊，去做一些这个身体健康的活动。我们正在这边筹办，啊，这个去登山，啊，我们下一次已经预划，啊，去高跟鞋教堂。里长除了平常会用高压氧设备养生健体之外，也建议民众朋友有时间要多往郊外踏青，吸收山林里的芬多精。因此这也跟把里民当家人一样照顾的张里长，不惜花费10几万购置这辆中古巴士，在里民四处出游最重要的原因，不但身体更加健康，心情也跟着快乐起来。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哦。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政府的公共工程大多贪图方便，在整地时将树木铲除、移植甚至断头，做法相当的粗暴。而民生医院旁的一处工地将新建成长照中心，由于副院长相当喜爱树木，交代营造厂商要将区内的9棵雨豆树原地保留。这个举动呢，让爱树人士相当赞赏。阳光从叶片洒落下来，9棵树龄30到50年的雨豆树在这里聚集成树林。不过一旁工地正在开挖地基，准备新建大楼。爱树人士看了担心大树会被砍除，纷纷前来关心。那次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网友他贴了一些图片给我，就你们现在看到，就现在树干上就都有贴一些移植的说明，就说这些树要被移植。那我都看哇，这不得了，这些树都很大很漂亮。这片工地位在民生医院旁，要将旧的卫生局改建成高龄整合长照中心。还好医院副院长黄明仁从小生长在农村，也是爱树人士，本来就有计划要将这几棵大树保留下来作为绿地空间，早就交代树木不可以任意移植，要原地保留。医疗上面的话，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很枯燥，然后很只注重科技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是在人文上面、在艺术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都能够提供，一部分让他觉得说，好像是在家里，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好像有在散步，有在公园的附近。由于政府在新建公共工程时，厂商大多贪图施工方便，经常将老树铲除、移植、断头，变成黄土一片。而民生医院选择将工地旁的老树原地原树形保留，树立了新典范。现在香港他们在保护树木的这一块，工程的时候都要做一个围篱，用树木的滴水线把它做一个保护。那这滴水线的保护呢，会可以防止你的工程机具把
把这个树根压坏、压伤。所以你看他们现在眼前把这些围篱都围起来，这个在全高雄市大概是创举啊。我们都会把所有原来在这边的树木的话哈，能够留下来，那也是让这个树木的话在这边能够自然成长，然后达到这个人树合一，然后接近环境自然的一个概念跟理念来建造这一栋大楼。面对台风季节来临，市府各单位已经加强路树修剪，爱树人士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比照民生医院的用心，不要残暴地对待树木，断头修剪或是随便移植，让城市处处绿意盎然，充满生气。社区好新闻，李嘉龙、赖昌邦采访报道。楠梓区惠丰里成立健康关怀据点，命名为福禄寿关怀站，就是希望来到这里活动的长辈都能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其实活动中心这成为关怀据点以前是停车场，里长张继林上任以来积极争取，经过重重困难终于顺利达成，丰富的课程让参与的长辈都乐在其中。唱着生日快乐歌，长辈们一个个露出喜悦的笑容，在惠丰里长的陪伴下一起切下大蛋糕。除了祝福自己生日快乐，也希望共同来到关怀站的好朋友们身体健康，更特别感谢张里长的用心照顾。祝福惠丰里的福禄寿健康站天天快乐，天天顺心，天天平安。这个长辈吼，大家愈来愈健康，愈来愈高需要。哦，对。啊，真的里长带领了，真的很棒。我还期待他下一届一定要当选。新上任的张里长为推动老人照顾服务，提供长辈安心休闲的活动场所，积极争取建设关怀据点，终于历经层层困难，成为楠梓区最新的关怀站，并命名为福禄寿健康服务站，提供各种健康服务课程。礼拜二、礼拜五哦，两天的共餐，还是持续两天的时段的量血压、耳温。哦，还有那个静态或是健康讲座，还有动态的活动，要持续哈，让我们的长辈哦能持续在我们活动中心来，不要让他全部哈都聚集在自己的家里哈。关怀站里长辈们开心的唱唱跳跳，结束后还能共同享受美味的营养午餐。其实除了各种活动课程，倡导活到老动到老的惠丰里，里长也时常带领里民走出户外，从环境清洁、墙壁彩绘到举办节庆活动，每一样都让里民们感受到住在惠丰里真的很幸福。社区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追逐日本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哦，高雄市就有一群退休的长辈对于唱日本歌情有独钟，只要每次一开班就立马报名，两三年下来学员们都练就了一副好歌喉，不仅唱作俱佳，对他们来说唱歌就是兴趣，也是他们最好的休闲之一。梦想社区学校的日语歌唱班每周三下午总是高朋满座，来自各地的退休长辈聚在一块，为的就是要跟老师一同学唱歌。像是卡拉 OK、KTV 一样，教室气氛轻松，老师放哪一首歌曲，学员们就跟着一起唱，当然独唱的机会也不少。他们的学习热忱除了想要把歌唱好之外，他们也很想学很多，比如说包括日本的人文地理啦、日本的语法之类的，补充他们可能因为工作之余没办法到日本真的深度一游，然后我给予他们，然后透过歌曲的诠释让他们进一步认识日本。歌唱班不单是教老歌，年轻一点的歌曲也是同学们的最爱，看着歌谱轻松唱歌，不仅烦恼抛在脑后，渐渐的也发现身体越来越健康。退休之后的话，来学日语歌真的是我最开心的事，因为这是第二种语言，然后借着有唱歌，然后才不会那么乏味单调。最大好处就是心胸比较开朗，
啊，跟同事跟朋友在一起比较亲近，跟老师在一起大家有共同的兴趣，夫妻比较不会吵架，因为吵架就不能唱歌。医学研究，歌唱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帮助，还能够增进社交功能，也难怪梦想社区学校每次开班，歌唱班总是立刻爆满。其实因为针对乐龄的长辈，他们其实歌唱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讲比较可以第一优先是进入啦，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说来唱歌就不会有压力，然后其实回去也不用太多的时间去复习啊或者是练习，所以歌唱来讲他们轻松来这边唱唱歌，然后回去或者练一些技巧，他们去组团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跟一些这个同辈啊，然后可以展现他们的歌艺，所以歌唱班在一般的课程来讲都是最先满的班级。这样学唱日语不单是兴趣，把日语学好对于出国旅游也大有帮助。对于日语歌唱班这群长辈来说，不仅活到老学到老，还要唱到老。社区好新闻，林廷阳、王思武采访报道。暑假期间是青少年容易犯罪的高峰期，为了避免青少年接触毒品涉足不正当的场所，高雄市警方展开青春专案，密集呼吁家长别让孩子误入歧途。新兴分局自强所所长吴志生更是以身作则，把握机会走访管区大小活动，发放文宣品，希望借此降低犯罪发生的机会。庙城活动怎么看到波利士大人卖力发放文宣品，背后还有同仁拿着标语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原来这是警方配合暑假期间推动青春专案，避免青少年误入歧途。学校有办一些团康的活动，还是在中央公园有成运的老人，还是有菜市集，在当地民众在比较易聚集出入的场所，我们都会进行在做犯罪预防的宣导，深入社区。由于暑假长达两个月，也是青少年容易犯罪的高峰期，高雄市警方避免青少年结交损友接触毒品，在学生放假后也同步展开青春专案，除了呼吁学生不要涉及不正当场所，对于来路不明的物品更不要随便误食，以免染毒上身。有的做等像糖果、软糖，或者是自己加工的包装的一些来路不明的咖啡包，这些都是来诱食青少年来吸食，然后使他接触毒品之后，陆陆续续的往那个犯罪的这个脚步慢慢的前进。自强所所长吴志生以身作则，把握管区内举办大小活动的机会，带着同仁亲自发送青春专案文宣，除了叮咛父母千万要注意孩子的生活作息交友状况外，也很希望青少年从事正当休闲活动，妥善规划暑假生活，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庆联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
明天是国历8月3号星期四，农历闰6月12，适合祭祀嫁娶，不适合与世误娶。冲龙煞北方，42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平安健康。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海洋阅读生命的波澜，从记忆阅读不朽的匠心，从一种坚定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